今年的圣水大丰收，日伫乡公所首度举办着圣水节，大人囡仔行入各行内办圣水，阁有贺龙市集含圣水节免费品尝。县长翁章良阁有日伫乡长黄阿姐，阁来分送给民众圣水饼含圣水酥，实在是有食阁有滴啊，阁会当体验着采水果的乐趣，实在是相当趣味。由宜德乡公所和溪州社区发展协会主办第一届宜德乡圣水节推广活动，17号在山地溪州村凤山宫广场闹热登场。县长翁章良、立委蔡依仪、乡长黄阿嘉以及县议员蔡阿伟杰、黄金茂等人启动圣水采果器仪式，象征宜德乡圣水的大丰收。大概你若是看到宜德人吼，手举起来吼。整个花青素很高，整个这样青硬硬，大概差不多就是溪州跟东阿寮的人，这段时间他们都努力在采收，那他们的桑葚是用自然农法，所以没有所谓的农药，而且这些材料包括很多的附属加工品，基本上都非常的好吃，我们大家去点到 Google 查一下，查桑葚两个字，你大概看到所有的条目全部都在称赞桑葚对身体有多好，所以圣水是一个好的物件，那所以我希望大家会当在这个时间会当多喝多吃圣水，而且现在他们把它加工变成好像红酒一样的一个饮料，所以我想买厨房的时间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希望大家会当鼓励我们的农民吃种出来的好物件，大家多吃桑葚，多喝桑葚汁。大概馆长吼，也伫伊个公馆遐去请人客，吼，不管是讲陈时中来啦，是徐国勇来啦，所有遮个吼，有朋友来甲馆长拜访，伊讲会捧出一个，我本来想讲，哎呦，这红酒吼，吼，伊讲，都系点话，无酒味，吼，原来就是咱个圣水啦，吼，所以吼，咱会使讲，咱馆长吼，真认真吼，爱杀一项。咱去改咱乡长公所遮嘛会使特地吼针对咱的生水，然后来做一个吼整个的营销。我想咧咱的遮的生水吼，伫产量是全国吼会使讲上界侪。吼，馆长安尼一推广咱的生水吼，便宜拢唔免开安尼，大家拢爱食生水就好。其实实在生水这是一个足好的物件。还有他也可以做很多的那个食品，就是我们有做饼干、做鸡卵糕，还有做馒头，我们的桑葚汁、桑葚酥，还有桑葚鸡鸭饼。圣水含有很多种的功能性的成分，就亲像罗顶、花青素、白藜芦醇，对保健身体有很好的帮助。谢谢新闻蔡明堂宜德乡采访报道。是呢，过年咱来阿里山看新年的日出。好，那我要开火车带大家出去玩。哈哈哈，要去对耶！太平营地啊，会用看到整个的美丽的嘉义哦。哇，可以看到我们的家乡耶！过来，咱来东石渔人码头，咱来找海迪亚做一算。那我想跟海豚一起游泳。然后去看巨人的鞋子。阿嬷嘛，就想要去看那双大双鞋啊。剩一天忝啊呢，咱来故宫看一下展览，顺便吹一下冷气。还有水舞表演会用看哦。哇！嘉义还有足多好耍的所在，阿便等爸爸妈妈，咱搁做伙来。太好啦，我等不及了。家有浓浓人情味。还有思念的亲人，下个日有空都回家，回家过好年。龙宫大限，扭转。